是家长叫我们写我们名字。写名字啊？是吧？我来说回来了。写哪里嘛？这个。这个是我画画书，下面也画了我的。看着你的名字来。我叫你好。明，看到哈，明嘉义，你又咋在这弄过写哈？太难了，太多了。太多了，我给你写这边，给你写大过的，让你咋着写，听没有？看到哈，明，一笔一笔的写，竖钩，嘉。看到没？好，写吧。好好作弊。明。竖。横。竖。横。还先写中间那横。记得没有？先写中间那横，再写下面的横。好。一撇。写中间写拢一点呢，隔得太开了。我教你写一遍，你自己写，听到没有？一竖，一横，竖，横，横，一撇，这我要给弄的，听没有？竖，横，竖，勾，横，横，好了没？我疼呀，你弄一下。那你自己写。你自己写，我不看着你，你自己写啊。写吧。洗了好多了，龙九了。龙九还洗龙着了。因为写太多了，太难了。太难了，写的好的话，写过了我就给你奖励。肯定是骗我。不是的，真的。你是谁？要问吗？要。这个要问吗？要啊。那快点写。还有这个。我好像拿尿尿了。喝干嘛？不记好来的，这些东西哈。对了，横竖勾，对，我这个嘛很漂亮的噻。好，写吧。快点写。洗完才能吃，夸奖你一下你也想吃，快点。现在就弄老花儿，天啊，都一年级了咋办哦？我怕要扣脑壳，我的天！我觉得那我们都顺便弄老花，自己管自己，妈儿都没在屋头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会儿是哪得是你们读书，是我们读书。Yeah. 哎，对，快点，对，很棒。写，明天看你写的很漂亮，老师要夸奖你噻，是不是嘛？哎，对，后面这个写太写好很了，我的天哪，越写越怪哟。哎呀，很难的，哪里去喽？哎呀，重新写，又重新写过，重新写过。哎呀，我在哭。哎呦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赶紧写上去的，不然下边你写不下，晓得不？快点，有嘞，横，竖，横，对，下面口，竖，横，竖，横，哎，对，两点，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对，哎，对，然后横，长一点那一横，
现在到现在快就是，哎呀，我一天别的抓仙龙怪。燕儿，你要洗好了不？太难了，爸爸给我起个另个名字吧。给你起个另外的名字啊？那一个人只有一个名字，我怎么给你起嘛？你再加油，多写一写就写好了。你记不记得？你看我眼睛在干啥子的呀？快来写，燕儿，快写，写了快点。我跟你说嘛，你名字写不贵，你老师得学留给你的本子给你没名字的咋办嘛？等你个人没名字的。你是有知识的人，你的名字你知不知道？跟别人的不一样，你是很有文化的。对，你好好写，爸爸做饭。你的名字是美好的意思，知道吧？爸爸做饭了，听见没有？快点写，快点写，快点，快点，慢慢写嘛。你一天洗不贵，就洗十天，十天洗不贵就洗百天。得一年级之前必须能洗贵噻，不然二年级考试试卷我也都没名字的。妈妈，你要去做饭，别管我。好吧，不能偷吃哈，喜欢了才能吃哈，听没有？看到这东西你就努力。